开门，快开门！大哥，你找谁啊？不是，你们是谁呀？你们在我家做什么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我跟我奶奶都住了好久了。这里是你家是吧？对啊，这里现在是我家了。来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大哥，你到底来干嘛的？这是不是王二狗家呀？是啊，是王二狗家是吧？嗯，是就对了。来，你现在和这位老人啊，从这房子给我搬走啊！大哥，你到底说啥呢？我跟我奶奶都住这儿好久了，为啥要搬走啊？你认不认识字儿？认识。来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是王二狗过签的房屋抵押合同，现在房子到期了，所以说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。那我也不知道啊，大哥，那你进来吧，进来慢慢说。走。大哥，你先喝口水吧。水我就不喝了，你放那儿吧。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你是王二狗什么人呀？他是我哥。他是你哥？那这位是谁呀？这是我奶奶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哥去年向我借了3万块钱，他怕我不相信他，当时就给我写个房屋抵押合同，把这房子抵给我了。但是他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这3万块钱不还了，让我过来收房子。收房子之前他说这房子已经没人住了，所以说你和这位老人赶紧搬走就好了。他咋这样说呀？这个房子是我从小住到大的，现在是我跟我奶奶的。那我也不管现在是谁的，你们赶紧搬走就好了。因为前两天已经有人来人看过这个房子，我已经答应卖给他了。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跟我哥啊，现在已经分家了，县城那套楼房分给他了，这个老房子啊，现在是我跟我奶奶的。你们分不分家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那王二狗是不是你哥？是。是不是这位老人的孙子？是。所以说你们搬走就好了。那我们往哪搬呀？我们住这好好的。你们搬走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那实在不行去找你哥王二狗啊。但我听说你哥最近喜欢打牌，已经把县城那个房子已经输掉了。啊？那咋办呀？那我们搬不了呀，哥。我奶奶现在生着病呢，你让她搬到哪儿去啊？那你们不搬也行，不搬的话你就把3万块钱还给我好吧，要不就搬走，要不就把3万块钱还给我。 那我还你钱吧，这个房子我们搬不了。那行吧，你现在去你家找找看哪有钱，给我找一点。那我家可能没那么多钱，我先给你找找吧。有多少给我找多少好吧。行。哎，你好，您能不能联系上您孙子王二狗啊？就是王二狗在哪儿知不知道？他欠我钱。哎呀，哥，家里就剩这200多块钱，你先拿着吧。姑娘，你给我开玩笑呢吗？你就还给我200多块钱？哥，我奶奶最近生着病呢，家里的钱都给她买药了，这点钱你先拿着吧。主要你欠我3万，你给我200肯定不行啊。这样，你家里有没有啥值钱的东西啊？就这点腊肉还值点钱？就这些腊肉是吧？嗯。那行，一会儿把这些腊肉装我车上啊。不行啊，哥，我跟别人说好了，这个腊肉后天要卖呢。后天要卖？嗯。这点卖了多少钱呀？就1000多斤，能卖3000多块钱。那行，那我后天上来，你把这卖腊肉的3000块钱给我。哥，你能给我留1000吗？我干嘛还给你留1000呀？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，你肯定要把钱先给我还了啊。我过两天要带奶奶去医院做检查，要拿药呢，得1000多块钱。哥，你就求求你了。那行吧，那这样，要你后天还我2000好吧？还我2000，那剩下那38000什么时候还呀？哥，你宽限我3个月，我一定还给你。3个月时间有点长啊，姑娘，3个月都欠着这么长时间了。哥，你看我家这情况，我奶奶还生着病呢，我本来要去城里打工的，奶奶生着病我也出不去，哥你理解一下吧。那你家没有别人了吗？我爸妈前几年出车祸了，现在就剩我跟我奶奶了。那行吧，你这3个月之内尽快还齐好吧。好。人说话一定要吐口吐沫是个钉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赖账的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哥，你留下来吃口饭吧。吃饭我就不吃了，我还有点别的事着急呢。没事，很快的，你来了，你看你来了连口水都没喝。
那行吧，那要不你简单做一口。行，你坐会儿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好，嗯。哥，饭给你做好了。哇，你包这么一大坛的咸菜呀？这不是咸菜啊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剁椒姜片。姜片，姜片还能腌着吃啊？可以啊。啊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我们山里人夏天都吃姜片呢，夏天吃姜片很好的。哇，这个看着好有食欲啊。哥，我给你加一点。好。哥，你快尝尝。哇塞，这放这么多剁椒，吃起来会不会太辣呀？不辣的，你就个馒头，喝个稀饭，很香的。行，我尝一尝啊。嗯。哇，看着好有食欲啊。嗯，吃起来确实不是很辣啊，是吧？哇，太好吃了，我要来一块。 嗯，它吃起来酸酸辣辣的，又很脆爽，主要是越嚼越香啊。对呀，我们平时配个米饭，吃个馒头，就个稀饭，确实挺下饭的啊。而且你用它炒个菜呀，拌个凉菜，也相当提味呢。哇塞，哎，我再来一块啊。好，太好吃了，你多吃点。嗯，吃起来酸酸辣辣的，又脆又爽，主要一点没有生姜那种冲味，这是怎么做的呀？这个啊，就是我们当地种的那个新鲜生姜，切成片，把它放到老坛里边啊，加点剁椒，加点调料，腌制一段时间啊，这就属于农家做法了，再配上我们这儿独有的天然气候，做出来就特别好吃。哎，怪不得这么好吃，我估计别的地方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呢。是呢，啊，那哥你多吃点，我再给你盛点稀饭吧。好。哇塞，哎，真的太香了。哥，你再喝点稀饭。啊。呀，这馒头都吃完了，你够不够啊？不够还有呢。够了，够了，已经吃饱了。你这个泡椒姜面真的太好吃了，吃起来酸酸辣辣的，最主要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，真的好啊。是呢，嗯，我们山里人夏天啊都吃姜片呢，确实挺下饭的。哎，这个在哪能买到啊？我想买一点。哥，你不用买啊，你走的时候我给你装点就行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想给我的亲朋好友们都送一点，就是让他们也尝这个姜片，买得多。哦，那简单，嗯，点击我头像进入直播间，正在直播呢。啊，到手是两瓶，一瓶是280克，两瓶是560克，而且这两瓶还不到30块钱，还给你包邮呢。哇塞，那太划算了。哎，都一斤多还不到30块钱啊。对呀，而且这两瓶能吃很久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买啊。嗯，好，姑娘。哎，回头你就还我29,990就好了。哥，不是30,000吗？啊，刚才在你家不还吃了顿饭吗？啊，好啊，哥你放心，那钱我一定尽快还你。行，那回头我过2天我再上来好吧。好啊，拜拜。你路上慢点。嗯。